而这边要攻破的是一款仿人机器人。那个老鹰，你可以先介绍一下这个机器人它的攻破挑战标准是什么？这个机器人因为它也是要绑上那个专门的账号的，那这是一个法国的产品啊，在世界上比较有影响力的一个这个。 很多实验室或者一些这种场合都会用到的这个语言机器人。然后呢，你正常它是要绑在一个账号下，然后你可以在这个机器人的那个相当于有个 APP Store 吧应用商店呢去下载相应的应用，这样你就可以指挥这个机器人去做一些动作。那我们今天可能就做一个好玩的一个 challenge， 就是说，这个机器人这个它并不需要那个就是这个我的这个账户的密码，对吧？嗯。 Doesn't need to use my password account, right? For example, if the robot belongs to me, I will need to have a password and code to log in or configure the robot. But the attacker will need to break it without understanding my information. Now, we want to play a game. We want to play a game from an audience on stage. 根据这边的机器人攻击，好像根据攻击者的描述来说，应该已经是成功绕过了这个权限的检查，并且已经安装了他们自己写的一个恶意 app， 已经安装成功，然后现在会进行尝试对这一个机器人的控制。然后OK。 现在可以看到这个恶意的 app 装到这个机器人上之后，这边通过 web 一个控制端，去可以已经是可以远程的控制这个机器人了。然后看到这是他们做的简易的一个控制的一个界面，然后可以摄像头已经可以看到。我想问一下，这台电脑本来是没有控制机器人的能力的。The computer had no capability of controlling it. 这是那台能够控制机器人的机器，然后现在是通过这台机器完成攻击、突击，然后实施了这个控制。嗯，OK。然后现在我们就啊。Hello,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GeekPwn. 这已经是攻击者可以控制这个机器人说话。We may control and imitate how the human. Right, robotic can speak. 对。可以。因为这个走路比较慢，然后我们完成一个我们预设的一个挑战，也就是我们控制它进行一个走路之后呢，去看到这个志愿者在黑板上写下的这个字是什么。And also, what you can see is what can be written onto the blackboard. 这个怎么变成倒车了呢？So this is not like walking. It looks like more like you are trying to have some. 它这个地毯可能不是很平。 Backing off, because the blanket here is not that flat. Yeah, the blanket. 大家可以看那块屏幕啊，那块屏幕上面是我们这台机器人的攻击这边前面的环境都已经准备就绪了，就是大概我给大家描述一下，就是说，这个机器人可能就是首先它连接到网络之后，我可以通过 web， 有一个账户和口令。 来对它进行远程管理，然后目前我已经把这个默认的密码已经改掉了，改掉一个只有评委自己设置的密码，并且我把这个设置中，因为它这台机器人是允许做这个应用扩展，它可以有自己的 App Store 的商店，然后我把 App Store 的商店的账号也改成了我们评委自己申请的一个账号，那现在就把这个。 现场交给这个攻击者，然后攻击者会介绍一下你们的团队，然后介绍一下你们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攻击流程。大家好，我们机器人这边的破解团队是来自深圳的BaiZeSec安全团队，然后呢，我叫王金定，然后呢，这边这位同事是我同事陈威婷，这是秦伟强，然后呢，现在我们环境已经 OK 了，接下来就是我们攻击者，通过好，现在我们这个固件已经上传上去了，然后。
行，我简单说一下这个攻击过程吧。Okay, 就是攻击者呢， so there, 只要一个机器人的 IP， 啊，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对它进行远程的控制，不需要它的账号密码。然后呢，将那个机器人绑定的云账号置换成我们攻击者的。然后接下来，攻击者可以通过在 App Store 上订阅应用，然后呢，让机器人是去下载。然后当然，这个应用是我们预先上传到 App Store 上的恶意程序啊。然后这个程序就是对它的一个控制程序啊。大概过程就是这样子。然后啊、哦、，OK OK， 现在可以看到这个恶意的 App 装到这个机器人上之后，这边通过 Web 一个控制端，去可以已经是可以远程的控制这个机器人了。然后看到这是他们做的简易的一个控制的一个界面。然后可以摄像头已经可以看到了。我想问一下，这台电脑本来是没有控制机器人的能力的。The computer had no capability of controlling it. 这是那台能够控制机器人的机器。That one can be used for controlling it. 完成攻击。Who may use it for realizing the attack? OK. 然后现在我们就啊。Hello,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GeekPwn. 这已经是攻击者可以控制这个机器人说话，因为这个走路比较慢。然后我们完成一个我们预设的一个挑战，也就是我们控制它进行一个走路之后呢，去看到这个志愿者在黑板上写下的这个字是什么。好，这边机器人通过这个艰难的走路。终于走到了我们黑板的后面，然后通过这个摄像头选手在这边拍照已经可以看出刚刚我们请上来的观众在这边写的字是极棒无极，他还签了一个名啊，其实写个字就可以不用签名的。好，我们感谢选手给我们的演示，我们也宣布这个攻击是成功的，谢谢。Thank you. And,